大家好啊，我系五仔啊，大家好，我系 OK 仔。系咁啊，呢一节咧会同大家继续咧就追踪，要咁样讲先嘅。欣妮姐姐你好，我系五仔，系，另你外又好，要我系 OK 讲仔啊，啊，魏思雅你好，系我啊，系咁就讲你嘅新闻啊，咁你嘅新闻咧喺报纸度咧写出比较强烈，咁啊话晒都叫做识得啦，咁但系真系唔好意思讲出口噶，即系因为啲报纸话咧。佢而家就结婚啦，首先恭喜先，恭喜先。系，恭咁喜另外恭喜恭喜恭喜！有啲报纸话佢之前捉奸在床喎，有哇！个男朋友系啊，有个男朋友大镬嘢，系真系而家好啦吓，仲个医美医生结婚啊，啊咁咪好咯。咁我系哋好事。会讲下欣妮姐姐批评阿何太，同呢、這个即系研究啦。TVB 如果揾佢做呢个中年好声音，就已经系爆收视啦啊咁样。我认为系噶，请大家俾个 like 支持我哋广播。虽然呢一个系事实，但系我哋都唔想河马咧继续系招摇撞骗啦，或者系呢个叫咩？应该叫咩？我哋浑水摸鱼咯，我觉得佢混喺水度摸鱼做好，我嘢，哋斗讲四次成语，仲有啲咩啊？仲有就咩啲啊？就，呢啲叫做死啊，噏唔出口添。古灵咩精自忘怪，恢恢啊！成古灵精怪系啊，系咯，系啊，啊，龙马你唔可以喺呢度龙马精神嘅，佢夹硬系嚟龙嘅，牌火如轮转，冇俾佢咁啊，系啦，假嚟，啱唔啱？黐线，系啦，几好。咁欣妮姐姐话咧，系咁除咗讲河马之外咧，仲有话严明熙嗰单嘢，咁佢系识英雄重英雄嘅。哎，我要咁多呢啲嘅，咁多啲脂肪粉。欢迎咁多位脂肪粉全面进场，今日都讲埋严希嘅消息，好似讲得好真咁。TVB 雪藏嗰单嘢，雪乜鬼嘢雪？哇！因为我仲去嗰啲十大中文金曲嗰个颁奖礼嘅话，中暑啦！呢个时候中暑，冇啦啩？即系有啲嗱，欣妮姐姐咧，佢啊唱家班，咁咧严希咧又系唱家班。呢啲唔使講啊，惺惺相惜，即係我自己都唱兩嘴噶嘛。我對啲識唱歌嘅人咧特別關愛嘅，你唔識唱歌嗰啲咧，我完全漠視啊。係啊，冇喺我面前嗰啲咧，跳舞嗰啲我唔識跳舞啊嘛，嗰啲我唔識跳舞啊，咁就係啦。所以就唱歌嗰啲就我都好關愛。咁啊，講到話咩年代啊，仲雪啊咁樣嗰啲，其實呢啲所謂嘅雪咧，我覺得咧係。新聞啫，唔講咁樣冇嘢講啊！套路嘅一种，唔通系啊？即系唔通呢期兴啊？冇办法啦，即系大家都要系啊！咯，你明白啊？嗰边嗰个咁强势，佢都识啊！利用呢啲唔同嘅讲法去吸引眼球，有时候唔系佢讲都真啦，要炒呢啲好都有得炒嘅，即系我会即系如果系一个。即係做一個台娛樂台啦，即係譬如係冇講啲好衰嗰啲都有人關注嘅，最衰越衰嗰啲有人關注。即係譬如呢啲唔係好衰嘅一半衰啦，即係譬如阿黃祖咩離婚啊，即係嗰啲咧亂噏嘅啫，brainstorm 嗰啲會有人關注，係即係嗰啲咯，都係嗰啲嘢咯。咁但係呢個又旧时候都有啦，嗱，即系旧时候有一单噶，唔係好信嗰啲啊，啲咩啊？即系唔好嗱，唔好下，净系讲搞炒呢啲啊，係。出手打人啊，无端端喺镜头面前啊，打哦，开拖啊嗰啲，阿四哥，喂，系我啊。忍你老母丢你咁打系啊，出手喂，打，有呢啲噶嘛？你都入，你唔好理真定假先，起码吸引到个眼球嘛。好睇啊，好睇。明嘅。即系有时候大家，即系你去到呢一个位置，你 book 呢个嗰个。所以系唔会冇话题嘅，即系你肯就得噶啦。你肯玩就得噶啦，即系当然啦。你啊，即系杜洪啊，曾经等一出嚟做访问嗰阵时，你俾我升一巴啦，你啦，即系搞掂。系 唔系我谂起咧？你话即系呢啲环境啊，即系硬食噶嘛？而家做话题啊，即系有啲人系谂住做啲，系啊，即系其实你真系唔够嗰个嚟噶。佢乜唔啦，够唔够，乜都出齐噶，佢系乜濑好嘢都道出德齐噶，晒。系系啊，啊。所以你一硬冇食道德咧，喺个网络界咧冇道德你就得到噶啦，
成仙系啦，系啊，系啊。成仙，所以我喺度谂，系难顶噶。你专业噶嘛？呢边系咪？我哋话唔使咁认真嘅，跟住可能欣妮姐姐个，其实佢都唔系好认真嘅，大家都系啊，啊，明啦，明啦，明系啦，嘅，系啊，唔系咁样，冇得搞唔掂啊！真系我啫，我讲紧我啫，欣妮姐姐唔使，佢为乐坛讲说话啫，因为呢个系，严明熙系唱歌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，真系系，冇得顶，系啊，前无唔知有冇古人，即系佢嘅唱法就冇啦，佢好变幻自在，真系好犀利，变化好厉害。啊，咁啊，系咯，希望佢可以发光发亮嘅呢个我自己。咁啊，讲少少何太嗰度啦，咁佢认为系都系唱歌喎，参加综艺《好声音都系唱歌啊！》，唱咗邓丽君，你听下啊嘛，系咪河马，你知佢啊？你会唔会对佢惺惺相惜咧？佢又识唱歌，河太。我又识讲乡音咁样，我会惺惺相惜。如果有人搞拳赛，请100万我上台直抽嘅话，我可以。你可以猛把佢哇强劲嘅臂弯，哇一嘢哎迷魂锁，我立而神睇息锁，立而神息睇，锁，即刻打你玩埋功夫。整只咩啊？呢招叫做咩咩啊？啊？咩咧？广西毒奶。哇！即系整招风雨同路啊！即系等你消失系咯。风雨中啊！啊，几多招数啊！哇，磅大咁石样，砸死蟹，大波磅嘅冇啦，都吓亲你。唉，唔系即两个系眼凹咗入去。我凹咗落，即系插埋自己。哇，冇嘢睇，唔睇。好，听阿欣妮姐姐煲咗成个月啊，我哋大家呢个新闻，佢有感想。咸白咸太两人开始玩时，没有想到东张入局成功，也没想到越演越烈。只好抱住演出边行边睇嘅爆浆戏码，一发不可收拾。450万是什么方式传入？只有 bank 知晓，不用盲猜，一翻两瞪眼。今天揭盅，今天啊！申请公屋是有明文规定，谁都不用猜，政府必须向全民交代结果，否则心不服口不服。好啦，咁另外就。边行边睇嘅过程中，不时有投机分子加入，原本就杯心眼的咸事，被考咪被教唆成功，一拍即合，继续开枝散叶，合作无间。香港人不笨，这场闹剧该结束了吧？即系佢都睇到好闷嘅。咁另外一个最多 like 嘅咧，就系 TBB 中三歌唱比赛，估计正安排何太将你进入决赛，包你收视第一。直入啊，系直接送入啊，唉，直接送入决赛啊，唔 其实可以嘅，做到嘅。当然揾真人就有真人嘅玩法啦。但系你都知啊，李思捷同阿阮兆祥扮得几似啊。阮兆祥系唱歌冠军嚟噶嘛，当年佢唱歌 OK 噶，几好噶。李思捷又系四大天王都出到嚟噶嘛，系啊。咁而家张学友唱歌都走音嚟讲咧，基本上李思捷都可以有一个席位，我相信。咪直情好似人哋咧，外国嗰啲打摔角咁啊，突然间有个终极 boss 走咗出嚟咯，河马咪做嗰个位咯，突然间，咦，爆烟嗰只鞋，真系系 啊，爆烟，帮人保勾咁系 啊，直情有啲光打出嚟，哇，系咩人咧？咁样啲人，哇，样。系啊，着翻咁啊，佢个 look 似 Undertaker，跟住嗱，影下啲观咩众 Undertaker？咁样，系啊，一影下啲观众表情，哇，嗰啲跟住哇，好惊讶咁样，一出到嚟有朵河马咁样，欢迎何太嚟啦，喂，哇，河咁马样，咧，佢真系。受呢个造型嘅 Undertaker，佢咁样行出嚟咧，打摔角系嘅嚟啊，话，系一定啊，要露个直雨情咁样冲出嚟，即系哇哇！露，哇露个雨啊！咪咯，何太咁样走出嚟，吓死啲观众，吓死啲观众啊！吓哇！哇，低死空啲观众啊！冇不搞得笑。了啊！喂，咁你直送佢入去呢一个决赛咯，咁啊等大家即系有啲惊喜啊，都过瘾嘅，你啊，刺激两啊睇啦。嘛。想睇啦，如果佢有犯事嘅，直送佢港文版啊，一样有收视嘅，然即后系你做睇专 A 题，1 A 一定 C 一嘅啫，佢选择佢自己边版。系 啦，系啦，冇错，唔系，我觉得再爆嘅可以咧，点样揾阿文慧心翻嚟报，哦咁文慧样，心
啊，我系知啦，道，就揾阿文乐使唔使？做啊嘛，心姐，阿 Man 姐，Man 姐咧就做一个专题，佢最中意，我哋揾专家探讨多角度分析，咁使唔即使佢着渔网嗰啲啊？系咩？边个渔网啊？着渔网啊！近期佢哋吓着到好靓咁样噶嘛，叫啲人吓，即系跟阿河马又玩到老搏咁样，跟住咦，我哋玩啲专业啲咁样吓，咩性感啲一齐困一困即系咁玩样，咸湿嘅就系、是，唔冇认真好嘅唔好，如果新一闻阵女变咗王嘅番外篇喺嗰番度外做，篇啊，因为系我真话人。早排阿佘诗曼佢哋咪七魔女佢哋咪着水着嘅，又话渔网又话成成噶嘛，系咪真先？系，唉，真系，哇，跟住我冇用。吓、啊、唔系因为会啲叫大过我嗰啲女人，我唔系好睇。新啊性感嗰方面，我四尊重，我系 尊重 OK，睇哇，演技。如果你你话惊啊？性感咧，因为佢哋系前辈，我唔能够咧对佢哋有呢个非分之想嘅，唔系我好系啦。远观噶，我拎到好远噶，我拎到好远即系先你睇条噶。友咧，咪有啲人啊，点解要狂兜咧？啊，OK，真系咸湿啲啊，我想讲。系啊，系啊，我唯有咁佢样啦，河唔系马点佢都搞话咧？啱睇啊，变态呢、这个。系啊，唯叫有佢我着讲系少啦，啲，吓得系我即刻封 cut 台啊！琴日，哇，佘诗唔好曼唔咁使，乜嘢嘅？系啊，佢哇！佢真系咁样噶，系啊，所以哇！咪使唔使咁样问一问咯，跟住访问阿河马、阿何河马咁太样出咁嚟，样，河马又好咁样啦，出嚟，我惊即系到时候爆收视啊，唔系爆投诉，sorry，唔系爆收视，爆好投投诉，诉，爆投诉，过分啊咁样啊，即系有得搞同埋冇得搞，咁啊搞错咗咧，A1 同埋 C1 都上唔到，变咗风月版就麻烦啦，到时候。唉，真系，好，咁啊，两位呢个娱乐大事我哋讲过啦。咁啊，近排最爆咧，因为韦斯雅咧就真系宣布呢个喜讯结婚啦，终于都啊，咁唉，啊，恭喜恭喜，咁都佢当然好多个人嘅嘢，我本人就唔讲啦。咁啊，但系就睇到就佢结婚嘅时候咧，我都好惊喜嘅，就同呢个拍拖2年半嘅。医美男友啊，嗱惊喜求婚出铺，宣布好消息，你有风雨同路，日后风雨同路，感恩遇上你。哇，佢男朋友个样系咁样嗰个唔同，嗰个风雨同路，噶，系咯同嘅，OK 啊，一表人，OK，才啊，咪咯，咁呢个就大概都咁上下。咁但系我又睇到啲报纸咧，即刻咧，唔系真系唔系我讲啊，大陆喂，唔系我讲啊，人哋即刻翻你旧账。咁啊，要報道一下嘅，因為我哋做娛樂台啊，唔好介意，唔報道你咧唔夠紅嘅。咁而家夠啦，有呢個消息啦，就話韋斯雅結婚，曾遇渣男偷食，當場捉奸在床，窮到要借錢食飯，考多個牌照保身計，考咩牌？睇下先。唔係，其實我覺得韋斯雅係應該攞影后，系，我觉得佢应该攞影后。我睇佢嗰部同阿黄秋生嗰部戏，我觉得佢做得好好，非常好。嗰部做瞓唔到觉嗰部戏，失眠嗰套嘢系咪叫做？我唔记得叫做。佢系啊，演个失孖眠。胎，一个家姐，佢扮孖胎，一个家姐俾人捉咗去个慰安妇俾人强奸嗰啲咧，哇！嗰啲戏虐好惨。打。跟住阿黄秋生咧，攞把刀割人条脷嗰啲戏咧，哇！我最中意睇嗰啲戏，变态咁样个人。咁佢攞唔到影后，我自己都好，即系好失望。嗱，嗰个攞到我嘅就，即系，因为其实佢嗰啲戏我冇乜点睇过，普通啲。佢个变化多啊，韦斯雅演戏，我觉得系啊。咁啊，嗰排听佢做《不夜城婚二》嗰啲粗口累累嗰啲嗱。系有入围最佳女主角嘅，啊上次睇过啦，啊上次听嗰啲粗口都唔简单噶嘛，咁啊宣布结婚啦，咁啊但系之前就真系唔得了啦，系嘛？睇到话其实系啊失眠，即系讲失眠，放低乖乖女形象，亲自上阵拍多场轮奸虐打戏，其中一场达4级程度食人肉嘅场面，韦啱你。斯雅。演出大受讚賞，係咪啊？唔係啊，你拍慣戲嗰啲人，你睇慣啲 BB 仔嘢，你突然間睇到呢啲變態，好似三夫嗰啲咧，喂，真係
好似嗰个咩陈湛文嗰啲三夫嗰啲咩啫，真系即一个一个老豆搞个弱智女嗰啲，睇完之后你哇入咗狱，所以系。有啲阿姨话哇唔估唔到五仔你有阵时讲嘢咁不保留，我哋平时讲嘢好闷，如果你再揾啲闷嘢嚟睇，唔紧要睇第二啲台，我哋呢啲带啲冲击，要刺激，系系啦，刺激，刺咁激。啊。其实佢当时系攞过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最佳女主角提名，越级挑战吴舜筠同埋刘嘉玲。不过魏思雅话入行初期工作量唔多，事业亦都起起跌跌，试过冇嘢做，要公司咧就预支人工，连电话坏咗都唔会买个新嘅。唉，咁佢话陈家洛系个好战友啦，咁两个人咧关系啊好似屋企人咁样嘅。佢试过问对方借钱啊。今日佢借我100蚊，听日我借佢100蚊，食饭钱都冇，打俾我，答俾而你，家唔使啦，而家唔使，而家唔而使家啦，有搵到系食，咪咯？好多牌噶佢，原来有船牌，有救生员牌，有导游牌，有潜水牌，轻型货车牌，电单车牌，宠物全心师牌，吓，哇，宠物全心术你都识。有冇睇哦。啊？张继聪、阿 Bob 嗰啲啊，嗰啲啊吓。咁啊，周身都张张你啦，又拍 YouTube 又成成啦。系，大家一齐订阅韦斯啊，我话嘅，订阅佢，然后话唔使叫嘅。OK。咁留言，啊，留言。留言。曾经其实接受访问咧，话结婚某程度系失去自由啊。以前又冇乜信心，系因为曾经咧试过俾人咧就。唔系佢，佢系佢见到人，即系前男友有一直匿喺房里面。当佢入房见到前男友喺度讲电话，表现惊慌，之后假一本正经地讲公事，但原系扮讲电话，因为个电话突然间响啊。魏师话最好笑系咩咧？我行到埋去，个电话响，咁我睇到个名，个名系陈生，男人名嚟嘅，佢冇得听，佢冇得唔听。虽然前男朋友一接个电话就匆匆收线，但韦斯亚已经听到电话另一个系女人嚟嘅，因为韦斯亚多番质问，不过前男友始终不肯打电话证明，最终分手收场，系啦，表示最惨要对住屋企人做戏，嗰刻你冇得唔冷静，出到去仲要见到屋企人，我都好想癫，但系你癫唔到，同埋当你遇到真系咁决断嘅时候咧，原来可以好冷静嘅咁样，即系佢有一个唔开心嘅，感情系咯。经感情过啊，偷食当场断症，咁呢个系佢偷食系咩啊？佢偷食条女喺佢房咩？其实唔系，系电唔话里系电话啫，疑面，电话似里面，啫吓，咁又有好多情景就成日都唔认嘅，咁啊唔紧要系咪啊？男咁人嘅家角度系咩啊？蚁咬都唔认啊，系咪啊？系啦，蛇咬或者蚁咬咯啊，嗯，系你得认唔认河啊？马先认咩啊？你认咩啊？认咩啊？认咩？答咗你啦，认屎认认咩？屁啊！认屎认屁，唉，冇错唉，恭喜啊！佢，恭喜佢，恭喜晒，结婚，恭喜佢。咁啊，嚟紧攞影后啊，预祝佢先，睇好佢，早都系你嘅，我话嘅。系人到逢喜事时精神今爽啊！好掂，日 OK 啊，今日讲到呢度先啊嘛。好，就咁，好，睇下我好，台，拜。拜拜。